温州十大特产。温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素有东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。那么温州有哪些特产呢？一、欧甘。欧甘是温州特产之一，其风味独特，肉质柔软，汁多味甜，清甜可口，富含多种维生素。二、文成粉丝。文成粉丝也是温州的特产，它具有晶莹纯净、营养丰富、经久耐煮、不浑汤不断条、柔软可口的特点。三、平阳黄汤茶。平阳黄汤茶是温州的特产，其条形细颈纤秀，色泽黄绿多毫，汤色橙黄鲜明，滋味鲜醇爽口。四、三杯香。三杯香也是温州的特产，三杯香茶以香高味醇、经久耐泡而著称。五、平阳马蹄笋。平阳马蹄笋是温州十大特产之一，其笋肉厚实，笋汁脆嫩，笋味鲜甜爽口，具有高纤维、低脂肪、营养丰富的特点。六、瑞安白毛茶。瑞安白毛茶是温州特产，其分枝较密，叶呈椭圆，芽叶鲜绿色，绒毛多，是浙江认定的茶叶品种。七、苍山槟榔芋。苍山槟榔芋主要产区在五凤乡，它因体大形美，酥松香甜，富含淀粉、葡萄糖和各种维生素而成名。八、丁澳杨梅。丁澳杨梅是温州最优杨梅品种，丁澳杨梅鲜果为早熟性的最佳鲜食品种，具有果形大、酸甜可口的特点。九、乐清泥蚶。泥蚶也是温州十大特产，乐清湾是国内泥蚶生产区，乐清湾泥蚶以其独特品质著称。十、温州锅贴。温州锅贴多以鲜猪肉和不同季节的蔬菜为馅儿，其皮薄馅儿足，煎至金黄酥脆，蘸以米醋食之，鲜美可口。